翻嚟我哋呢个朱子嘅二周卧卧槽，剧情大概就系重打八个冠军之路嘅道馆，系非常之麻。周目咧，二周目唔系爆机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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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以为二周目仲有八个道馆嘅剧情？个道馆啊，非常之麻烦。Hello，OK，、okay? 你系阿飘，系咪叫阿飘？有种妈妈或者奶奶嘅感觉。嫲嫲嘅感覺，嫲係蟲喺度，所以佢俾咩啊？佢俾冰黑、火黑、飛行系黑嘅，記住曬啊！千祈唔好派草系啊，唔係會俾佢黑；都唔好派超能力，亦都會俾佢黑；亦都唔好派惡系，都會俾佢黑。喂、哎，佢進化咯！之前嗰只係佢嘅好細粒嘅蝌蚪，唔係蝌蚪啫。咁咧，我哋好快就打到佢啦。我知道格鬥加蟲，定係格鬥加鋼啊蟲。都是格鬥加蟲，巨尖突擊，因為佢嘅副作用係 你再打完佢，如果佢冇死嘅話，佢打你係兩倍傷害，仲要必定命中。太強啦！對，即無力擊，即係佢擊。係啦，佢呢個嗱，佢呢個特性，派咗佢，然之後佢呢個特性。千祈唔好嘅，我哋攞六支蝌蚪秒殺，唔係秒殺。嚟啦！我哋嚟到呢度击败呢啲，即先换人，喂，即先道馆咧，哦，呢度真系盲咗我，我盲咗，我唔会睇地图，系咪？我唔会睇地图，我个 friend 唔睇地图。好，入去啦，打二周目第二个道馆，冇错，总共有八个，第二个道馆。好，嚟啊！挑战道馆馆主，佢派呢只肯定系草系加乜嘢嘅。嚟嚟嚟，甜甜冷美猴，快啲可以
合的意义。这个那个字，哎，你怎么？我被打过了，你死我！你太生气了啊！哦，有啥？我黑龙江有啥说？我想我走路难，我买刀给他开刀，我买尿，我给他尿了，这个挺严重，我给他开刀。那小子急了，就是我打，他可能不是我打，他可能是我打，放我这么难，那你没有，你死我！我都想隐形 ，yes 打赢咗佢啦！新嘅冠军都好强啊！哦，嚟到呢、這个，哇就咁嚟到呢个第四个道馆啊嘛，水系咪？水系嘅，玻璃道馆，你睇落去都系白。好嚟啦，道馆馆主。水一电系啊，杯水一电啦嘛，假假吓吓吓，突击，巨剑突击，我知道咗巨剑突击，嚟嚟嚟，我太真怕，不过呢只嘢系咁嘅，水系。咁多先啦，我哋下集再打嗰四个道馆，分开两集唔系啩？会太长。好，再见啦，大家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拜拜。